好，那我们现在啊，就进行第二案啊，盐商继续盐商《中华民国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针对酒驾啊，这个案子大概都是酒驾的这个相关的部分啊。那么，好来。我们啊，介绍啊，内席部会的代表啊，法务部啊，陈政务次长，好、啊、好啊，王检察司长，好，谢谢啊，司法院叶副秘书长，啊，还有苏厅长，好、啊，好，交通部路政司张副司长，好、啊，那内政部警政署刘副署长。啊、哦，卫福部洪新洪科长啊，洪科长啊、哦，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啊、哦，针对啊、第二个协商的案件啊、哦，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那么大家手上有没有这一本？院长，好来，对不起，程序问题是因为。第一案和第三案比较属于立完程啊、哦，固定的啊、哦。你觉得要第三案调到第二案先？那个比较简单，那个已经完成结束了嘛，好不好？第三案是联会以后，那是时代力量党团的提议，是第七会期，就是5月31号结束，要不要延会的问题？那大家对这个讨论的顺序做一个调整，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可以，反正这表达一下呢。好，那这个时代力量党团要不要说明一下？我想，因为我们今天也在处理酒驾这个协商嘛，哈、哦，那不太清楚说到底这个会期能不能来得及完成。这个礼拜我就要处理、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当然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当然去哈、哦。那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哦，比如说司法改革案子了，哈，刚才院长也在谈说，哎，是不是有一些已经出了委员会，好，不需要院长召集协商的，哈，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蛮多法案可以处理。那当然，时代力量也针对国安跟红色媒体议题提了三波的法案，好，那明天也会有反渗透跟这个维护民主这一块，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是不是有机会，哈，透过研会方式在委员会里面处理。那我当然知道执政党党团有意思要开临时会了哈。那临时会其实就像我讲过嘛，这个我们是没办法提临时会议程了哈。那我们还是期待说能透过研会方式让委员会继续审哈。啊，刚才国民党也有提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这个哈。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那应该是两年前委员会程序议题处理了两天以后就没有再继续进入实质哈。所以我们也支持说，如果透过研会的方式，搞不好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相关的法案也可以进行来处理哈。所以研会有委员会在动，那院会也在开，其实也可以达到执政党党团想要处理一些法案的一些效果哈。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是不是透过研会哈来处理，就说不要再临时会了，那研会就延续下去嘛哈，不要六月中的时候又把大家叫回来哈。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建议，这样。好，好来，请各位。我想这一届以来大家很清楚，那为什么我们反对研会用委员会？我先谈一个啊，实际上像刚才所谈的什么司法改革的案子，事实上我们都紧锣密鼓在处理，包括法官法，啊，法官5月4号出委员会，法院就要说6月4号才可以表决。包括反渗透、国安等等、代理人等等哈，至少我们都有安排。那包括这个礼拜议程，我们都在安排。所以有关于所有重大法案，当然执政党必须负责。包括这个工商管理法、产创，包括这个礼拜要审的资金回台等等，因为我们必须很负责来处理这些。用委员会的话，事实上研会只要有研会的话会浪费很多时间在委员会，差不多该出委员会的都出委员会了、哦、也可以抽出进二读在一个月以后来处理。你委员会在什么审完到最后还是要一个月时间，根本不可能的来处理的。所以我的看法啊，讲
开一点，就是说表面上是延会，但是实际上会造成我们执政党根本没有办法处理任何法案，好、哦，因为延会必须超级相同意啊，有一个党团不同意的话，要到延会列为讨论事项，一个月以后才可以表决，那这个临时会是吧？那八月九月才来开啦，所以我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就是用临时会来处理，至于所有需要法案，在临时会大家都可以讨论，那我们会很负责的。包括大环同意前要处理啊，啊、哦，陈委员，包括，公投法也要处理，我们有我们的 agenda， 但是呢，到至于到处理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协商、再来表决等等，这些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所以用延会根本没有办法处理法案，而且延了一个月以后，所以委员会还要再等一个月，试问等大家有没有选举？根本没有办法，所以延会是表面是延会，实质上就是让整个法案都很难运作下去。这一点我很抱歉，我们必须我们有我们的坚持，好吧？好，那延会只要有一个不同意的话，就要表决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嘛，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啊、这个过去都讲了再讲了，好，我们希望到这个问题到这里打住，好吧？好，来，李伟，这个哦是一个现实问题啦。其实这个就是大党跟小党不一样的地方了、哦、其实招委小党也没有招委了、哦、其实延会的话也不排你要的法案的话，延会也没有，本身它的意义就也产生不出来了。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说，其实在平常委员会里面、哦、像我们固定的委员会里面在排的法案上面的话，其实应该是说、哦、把它大党跟小党之间、哦、在每个会议的议程前、哦、其实应该是也稍微尊重一下小党的针对万安演习能炸大家把手机关掉就好了，这个是地震要来的万安演习，好，万安演习啊、哦、好，这个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很立法院的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生态问题了。那时代力量也好，包括亲民党也好，这是属于小党。那他们当然就是说，在委员会要开的时候，在会期要开的时候，其实有些必须他们很坚持的法案，也希望大党在某一个程度能够尊重的话，哈。或许在某一个程度上面就没有这个问题啊，你延会即使延了不排你的法案，延干他延你也没有意义的，这是现实问题。那至于临时会哦，我是觉得，当然我们现在临时会已经常态化了，那没办法了哦啊，反正执政者要盖瓜他的责任嘛，他们想过的法案现在立法院也是多数啊，你想要给我也不理会嘛哈、哦、不过只是就是说希望能够在一个合情合理的一个情况下了哦。哦，那能够去好好的去，真正是一个符合一个民生然后需要的法案啊，不然哦，临时会哦，在以前的话，要开临时会是合成，而且哎，国家有重大事件才有在开临时会，现在临时会已经变成常态化，阿玛伯阿多阿了。哦，不过我们也希望是说，在临时会里面真的要过的法案，是真正符合临时会的基本的精神的法案。哦，这个是我简单的看法跟意见。好，那。请仁兄这边呢，我们同意那个李鸿钧总召的看法哦。那这个延会临时会，坦白讲的，都是大党执政党来决定的。我们讲这些大概也都是多讲的啦，只能道德劝说而已啦。哦，那临时会过去这几个会期以来，这已经是不像话了啦，不应该开的也变成在开啊，院长也搞得很忙啊，对不对？那个把立法院已经变成是一年将近十一个月都在开会了嘛，那这个到底对不对啊？我觉得啊，如果要这样，以后应该修改宪法，就每个会期都直接就整年都是会期就好了、啊、就修宪嘛，每次都搞这种临时会，老实讲意义也不大，那个临时会讨论的议题好像也不太符合那个开临时会规范的宗旨啊。所以刚刚鸿钧召委讲的说，这个要开临时会，他最后讲那句话最正确的，就是，
是不是符合那个意义跟宗旨哦，否则就是变常态的会议而已嘛。好，那这样的话就应该要改我们的宪法会期，整年都来开会，只会修宪而已啦。对啊，那个三十几年的宪法到现在都不符合使用了。对啦，你普通地方也可以，可以搞一对是吧？那是太早了，太早了，因为我们二月开议，然后三月总咨询。好，应该是如果延会，如果说一个会期到六月底，还差不多了哦。六月底啊结束啊，不要延会，不要临时会，除非特别重大事项啊嘞。啊，但是咱不是，咱在五月底，啊五月底今嘛现在哦，刚才柯总都讲得很对啦，你延会委员会通过的案子，要一个月之后才能表决。那假设六月十五号，那七月十五号又要开始开临时会，要一直延会到七月十五号之后才能够表决到这个案子，那就要好几个月都是在开会了，这不可能的事情啦。所以我们现在哦，委员会出来的案子也蛮多的，其实也蛮多的哦，所以我们才要赶快进行协商。那未来的临时会也会密集协商，协商好进入院会处理，因为临时会就是全部都是院会嘛，就没有委员会。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一个礼拜五天都是院会，那处理法案的速度就会快。哦，那或许我们在临时会期间也可以处理附属单位的预算、国营事业的预算啊，因为我们每一次都是到十一二月才审议嘛。那如果我们现在所有的委员会都送过来，搞不好我们在延会期间啊，在临时会期间也可以把国营事业的预算来第一次看能不能在院长今天这里面有牌哈，可以我先讲一下，我是用临时会啦。临时会了，不是讲这个了啊。好，那个七八月我们再来考虑一下了啊。好，来，我们那第三案的延会啊，因为有党团不同意，我们就就另外好来。我想这个是实在党立场，我们当然尊重其他党团的意见哈。不过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大家也提到说会期如果太短，其实延会还是可以达到延长会期的效果了哈，不需要修宪。不过当然要修宪我们也支持了哈。那不过刚才总召柯总召这样提，我们也希望说执政党可以开放一点心态来处理，就是说如果临时会的议程因为基本上掌握在你们手上嘛哈，其实也可以咨询一下其他党团，大家如果有些建议的议程其实可以一起放进去处理。好，谢谢。我讲一下。好，来请执政党也是泱泱大度，平常如此，临时会如此。啊，你们打仗吼，冲起国家怪家，然后搞得我们很难过，然后就是在市场在作秀，稍微晚一点协商就去骂，就开记者就骂，连院长来骂，大家骂，这个不是这样搞的。我是觉得立法院吼，大哥，你来这里，你来，那这样小党他存在，他怎么搞，我都很清楚。但是大家好好讲一下，你总来我不请人讲，你等我来找我聊。我说这个不，哎，这个不要，这个我们这个要哈，这个院长在可以讲啊，请签一个名哦，唔把想讲给啦，啊，拜托啊，唔把想讲给，然后这个我不呼吁，我们下礼拜可以审，唔把想讲给，所以飞我他妈皮皮摸就走了，我有什么办法？我就是没给因哦，好了，哦。建立正常友谊关系，但是我来之不得，就从今天开始啊。好，建立我们关系很正常了啊。不过议题的讨论，其实院长在主持，我们其实都开放的，因为我们大家一起来谈。好，这个两个不同意见的问题，临时会议程也可以把其他党团的意见放进来了。对了，对了，门尊重了，随时打电话给我，好不好？好了，那柯总，这个执政党已经这么讲啊，其他三个党团如果有要放的案子啊。就直接找柯总召了，他已经释出善意了啊！来，从一开始释到现在，释很久了。放什么案？好，来，我们来讨论，可以来协商第二案啊，第二案。那第二案啊，我那第三案我裁决。有裁决啊，就我们去做部员会了哈。啊，要不要临时会？要依照规定来啊，因为现在还没有提出，所以我们没有。哦，不讲临时会的事情嘛。好，哦，第三案我们的延会啊，我们就不予延会了啊。那我们又回到第二案来处理啊。那第二案是刑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有关酒驾罚则相关条文啊。
那么在这个刑法的部分条文修正啊，总共有29案，那么在进屋恶毒有6案，所以总共有35案啊，就有一个章明24条条文。那么扣除审查会审查结果不予修正订定处理的条文，再加上院会进屋恶毒提案需并案讨论的条文，所以我们有4个条文要来协商了哦。那我先就是尊重各位了哦，我们就要以这个4个条文来进行协商。那在委员会已经有讨论协商有结果的，我们大家就认同。这个大家有没有意见？没问题。好，就是说委员会之后有协商，那协商之后哦，有4条没有共识。那我们对这4条，我们就现在的党团来协商，其他委员会的协商的结果，我们就通过。啊，这样有没有意见呢？这样节省时间，不然你从头一条一条来，恐怕要浪费到晚上10点都谈不完。好，好，那我们就针对这4条来讨论啊。来，大家翻开第一页啊，你们手上都有第一页啊。协商对照表啊，那么院会进入恶毒，其中的一案就是罗志政委员的第17案，那审查会审查的结果是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那现在我们就是要针对89条这一案子哦，大家好来。89条是本党罗志政委员所提的，好，我代表民主进步党这一条我们不予处理，好吧？好，我们撤案了哦，撤啊。维持审查会。好了，我知道，就维持审查会的结果不予修正了。对，好，就是撤案之后你就恢复到审查会的审查结果了。对，好，好，那么这一条就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那么我们再看第二栏啊，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89条之一啊，那么在审查会是没有增订第89条之一的条文的提案，这是时代力量新的提案了啊。那个有明兄，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OK 啊，我想89条之一是着重在治疗这一块哈。那我们主要是针对89条原来的89条，它的规范哈，太就是这个行政部门说根据原来89条很难去执行了哈，所以我们才有89条之一。把一个标准定得比较清楚，所以它跟185之3联动在一起，就说那治疗标准是什么，那就回到185之3里面去定的。那原来89没有一个标准在那里、哦、太抽象了，所以现实上不可行。那我们为什么会强调治疗这一块，就是说严刑重罚、哦、甚至已经大家已经讲到要处于怎样的极刑之外、哦、其实治疗这一块是蛮重要的、哦，那所以我们才会认为89条之一应该处理，好，那这是希望各党团能支持这样。那、啊、好，来，请柯委员。185之3哈、哦，有各种样态，好，各种样态。那你说全部用一种行为来处理，一直被抓的哦，你要强制治疗、心理辅导或其他的措施哈。哦，那等一下，请法务部表示意见，以现行条文哈，那哈，我们应该来讨论一下哈。那现在有关于要强制治疗心理辅导了哈，就是只有有两种人呐、啊，也就是说，不可以假释，六个月以下不可以假释，罹患不可以假释。另外一个就是说，要经过心理辅导要治疗，就是强制性侵嘛，以及这个妨碍风化。那个有感化交易哈，那我等一下请法务部回答，就是说，这样所提189条之一，你的看法怎么样？好，来，请法务部陈次长说明一下。啊，主席各位委员，那个时代力量所提的利益是不错的，但是实际上执行会有困难。我们一年呢，185之3的过去这几年的例子呢，一年有50000多件，那每一件呢，不分青红皂白，不能大小了。这里面有可能不能讲不分大小，
啊，近期的就抱歉，我要收回。部分那个情节的轻重，有的是单纯，比如说整卡调多麦零威士忌，类似这一种的哈，有可能就是酒驾，一般的酒驾就有0.25啊。有的是酒驾肇事，致死致重伤，情节更严重。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全部都要完成这个强制治疗心理辅导，有看困难度，同时也要考虑到我们现有的医疗设施够不够，因为这里就必须要到特定场所，最好的是医院，那每一个疗程有不同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应该是要分几分类，现有的89条呢，对于成瘾的部分呢，已经有强制的规定，也就是说这个禁戒处分的规定，那关于酒驾的部分的话呢，是不是用行政的措施？像法务部呢，现在也要求对酒驾呢做缓起诉，命强制戒瘾治疗，用缓起诉来解决。目前有12家医院，有10个地检署有合作，那我们也请教，我也找过卫福部来开过会说，说有没有办法全面，包括台东啦、澎湖啦、金门、马祖啦，都有没有可能性？但是他们认为说，事实上医院的收容度有困难，就高雄的要找带他们去治疗到我多，这个有各地的不同哈。好，然后我外头你讲，我先忘了。这个次长的意思是说89条之一要执行有它的困难度啦。利益很好，但执行面有它的困难度。那比较重的酒瘾已经在原条文已经有规范了啦。好，那好，来，应该讲安尼嘛吼，因为犯你89条之一讲的是185之3嘛，犯这个罪185之3有各种样，他要讲话清楚嘛，才能够谈到后面的医疗设施够不够的问题，卫生部才能够答得出来嘛。你像这样在讲一个概括性一个条文，根本没有办法去定义说你到底要干什么，所以没有讲清楚这一个这种你到底的范围是在哪里，你是要用意是什么，要讲清楚才有后续的东西或者行为嘛。那包括今天卫生部也来这里，你但是叫他回答他也答不出来，不知道习近平讲的是哪一种样态啊？153太嘴行，太嘴行了嘛。这个有明兄，你这边 OK， 我这边提一下哈，我们用185之3，主要是因为它有个标准嘛。好，那之前原来89条就从来没用过，就是因为它那个认定实在太模糊了。那我们这边提的是说，可以完成强制治疗、心理辅导或其他适当之处预防措施，不是每一个都要送强制治疗，我们不是这样提。当然你也这里面也给你一些行政判断的空间，所以我们这边有所谓其他适当之处遇措施，那主要是想强调治疗这一块。因为台北市，我这边手上资料应该是台北市还是新北市，他们发现说之后你再犯的几率会下降，他们本来就是有一些这措施，刚才法务部讲的你们有在做嘛，那你们的资料显示有做，透过这疗程之后其实再犯的几率会下降，那我们希望提供这个法条，让它有个基础，就是说至少你在处理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有治疗这个面向。如果在立法的说明，把你想要的，因为它在这一方面是有效果，但它定入法条就是要执行，那如果用立法说明说在这一块应该更积极去做的方式来处理，能不能这样子来处理？这没问题啊。好，那用立法说明，我觉得现在185。好，来喽，来沈伟。因为这个针对这部分哈，我最近这半年哈有去到监狱各地监狱去看哈，而且我去了解，那我所了解是的确需要酒瘾跟毒瘾是需要戒治，可以目前的监狱里面是没有这么多的设备。第二个，医疗资源绝对不足，所以现在也有很多有关于这个各监狱也跟我提一个建议，他说希望我们有机会在立法院在立法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形成个朝野共识啊？最后是要怎么做呢？就是要有卫福部，因为这个不管治疗酒瘾或毒瘾，都是需要卫福部。将来医疗体系如果不支援，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法务部当然是要的，还有国防部很多闲置的国防的军事用地，这些以及退伍会有一些比较闲置的偏远地区的农民医院。
好，那些是不是大家整个资源以及卫福部的所有的医疗体系，是不是能够综合性的讨论出一个这样的治疗毒瘾跟酒瘾的这样的勒戒场所或勒治场所，北中南各地这样来做是有可能。比方说桃园就一处十几公顷的军方的用地，可是要讲军方说，那你拿有偿拨用啊，所以等等，这可能是要国家一个政策。那我们今天我很建议，像院长刚刚讲的，我非常赞成，是不是也拜托实力哈，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譬如说附带决议里面提出未来要责成这几个单位就这个部分的整治哈等等，我们进行跨部会的协商，提出个一个可行性的一个解决办法，在里面做附带决议就可以。可是这个部分放到这里，确实目前只能说立了法是没有办法执行跟落实的。好，来周委员。好，谢谢院长。我先请教法务部哈，就是我们现行条文89条，还有现在实力党团的这个提案，就是令被告完成强制治疗，这些将来做决定的是，如果说是这个现在89条现行就是要让他去进戒的是执行检察官做的决定嘛，对不对？法务部啊，就是检察官在执行的，就执行检察官嘛。对对 对。那执行检察官现在依照你们现在89条的机制，他怎么样去认定说他有再犯之余，或者是他的酗酒成瘾并有再犯之余？他有相关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单位来帮他做这个决定吗？是法院裁定的。法院裁定。法院裁定，我们负责执行而已。那如果照实力党团现在这个提案是？也是要法院裁定，所以要经过一定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判断就对了。我的建议是这样，但就是大家的方向都是很好哈，因为这个可能酒驾它不只是犯罪，它可能也是一个生病的人，我们可能要给他治疗，只是说现在在法条里面要去把这个机制定下去，可能在执行上有它一个比较大的困难，还有资源。我个人会比较倾向说，我们是做一个附带决议，把相关大家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做的一些准备，把它做成一个决议。我想这个可以解决目前现在的问题。好，谢谢。来，请江委员，再请余委员，再回去请李委员。我请教一下法务啊。我们现行条文里面就有写因酗酒而犯罪嘛，哈，当这个酗酒要看怎么定义，法律上定义，还有从医疗上的定义，专业的定义，这里是很笼统的。因酗酒而犯罪，第一个酗酒，第二个犯罪，这个犯罪的这个罪包不包括185条之3？啊，包括。如果包括。那其实就是代表他也可以用这一条来将他送戒治嘛，对不对？没错。所以在不做任何修改跟增订的条件底下，这一条是可以用的。可以用。那就是在法官的判决而已。对对，法院的裁定。所以这个实务上当然就回归上你实务上判戒治的有多少，还有实务上戒治成功率有多少。因为我们得到的数字这个部分不是很理想，甚至是说在法官在审判的时候，可能很多并不见得会去了解到他的酒瘾问题，也就是说酗酒跟犯罪之间在每一个个案他扮演的因素跟角色在法官的裁定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过去我们从很多数字看来你会发觉判戒治的没有很多，所以这一次的修法，我们会有一些委员提出来说啊，这个应该要把它送去做酒瘾的治疗啊，等等的，是因为法条没有规定，所以造成了法官不做这样的判定，还是法官没有这样的专业协助啊？包括我们在起诉的时候，包括法官在判决的时候，他的采纳的意见当中，是不是没有这些相关的数字，能够去告诉法官这个人犯罪？不管他是不是酒驾了，酒驾也包括在内嘛。那酒瘾跟酗酒这件事情，它的成因是多少？然后他需不需要去戒治？我觉得这个是里面没有说，就是我们在立法还有在审查的时候，我们没有达到很清楚的资料的地方。可是现实上，我们的确看到法官判戒治的不多了。那当然也就导致我们。
在设备上面，啊，监狱的设备上或者戒治机关的设备上面，他认为我没有需要啊，因为法官又没有判很多，所以我也不会去增加很多相关的设备来补充这部分的漏洞嘛。所以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啊，这我不是很清楚。好，来，请一位。因为时代力量这所提的这条文呢，它示范185条之3的罪。那185条之3的罪，它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你只要酒精浓度超过0.05%以上就够了。那所以呢，今天很多人他可能喝了一瓶啤酒，或是说一个 whisky， 然后呢他就超过了。那你说这些人全部都要让他另入处所去做这些的戒治，我想已经太超过了。所以其实是应该要分各种情况，固然说酒驾本来我们就是要，现在有就是在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有很多的各种措施，希望大家不要酒驾。那如果说你是因为酒瘾，然后呢你已经成瘾了，那这些就要另入禁戒，这本来89条就已经有规定。那如果说他的情节比较轻微的，检察官不起诉，这个缓起诉，那缓起诉的话，其实现在也有各种的措施，譬如报纸上写的令他到什么这个什么殡仪馆啊，去那里之后去服务，就是去洗大体或什么等等之类的。所以在这里事实上我是觉得说应该要看各种的情况去做各种不同的处置。所以呢，有没有必要在这里用这么广的把185条之3好这么的从最轻微的，我只是这个酒精浓度超过，连这个安全没有安全驾驶都不构成，好到说我可能是，如果说你是因为酒驾而这个致，好就说致死或致重伤，那你说这个部分他可能有酒瘾，那酒瘾目前其实已经有规定了，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一条应该是没有必要去定。但是如果说要用一个附带决议把这些不同的情况应该有不同的处置，那这个部分我不反对。好，来李委员。我看大概方向都一致了，我们也节省时间了，就请那个法务部这边哈。我大概刚刚也听到明兄也他说，如果真的放到说明栏，他也不反对嘛。对。好，那怎么样放？要怎么写啊？什么样的内容？哦，我想就请法务部这边，如果实在力量可以的话，我们已经针对这个来讨论，会来的比较节省时间了。哦，好，来，有明兄，我所谓说明栏是说，如果这里有法条例的话，要把它如何说明，详细说明，再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立法说明，这个我们可以再把它弄得更清楚哈。那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能保留了哈。为什么会有这一条？我们还是希望说，在处理这个185之3的时候，哈，就说不论是法官、检察官，他心里都会有一个治疗这一个选项在那里哈。啊，这个因为第一开始就写强制治疗，好像说所有的大大小小都强制治疗，没有，我们这边有一个程度，好，从强制治疗、心理辅导或其他适当的处理方式。那心理辅导很可能是一个月来一次或怎样，好，这个密度不一定会像各位想的，一定都是强制治疗，然后小罪来强制治疗。好，那第二个说它有没有效果？我们根据台北市这个卫生局的资料，其实是有，他们最近有成果发表，哈，就说你如果经过1年的疗效，这一年不是全部关在一起啊。好，就是他有一些不同的 program， 他的再犯率会变到7.5%。那如果没有参与、没有完成的，可能到17点多。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搞不好是有效果哈。啊，不过当然我了解各党团的考量哈。那我们基本上希望能保留了。好，那我们这一条就保留。来，我们进入下一条啊。第185条之3，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条文哦。这个条文讨论完，大概我们这个法案就差不多就，可以哈，比较顺利啊。来，那么185条之3啊，行政院跟司法院有提案了啊，那审查会有审查结果了啊，那么有近乎恶毒，行政院司法院提案有6案近乎恶毒，都是第185条之3的 哦。那现在总共有几案？35案哦，35案。那我们要用哪一个案子来讨论？啊哈，用行政院的。其实35案哈，归纳起来哈。
有一些是根本没有交集的啦，啊，包括有死刑没有死刑，这个完全没有交集嘛。那另外是那样有惩罚性罚款，要那个问题嘛。至于剩下就是刑度的问题嘛，大概是这样啊。只要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三级案，大概回到这三个三项而已嘛。那这三项早谈了，稍微谈一下，没有办法也是要因为处理的，因为这。差不多是这种情形的、啊，你有死刑这样的公赔都有啊，还怎么讲啊？这个应该这样子啦啊、哦，各党团提党团的修正版呐、啊，没有啊，不，你35万拢都是委员的啊，啊，所以你亲民党是党团的，啊，时代力量你们也是党团、啊，政治办呐、啊，所以那个，哎、整合一下那个启真兄。能不能国民党党团一版，提出一个版本呐、啊？那民进党也是一堆人提案，你们也提一个版本呐、啊？对了，党团的版本呐、啊。啊、哦，民进党很多人提案，这个我们就整合一个版。嘿，可不可以？因为这个就是有没有死刑，要不要死刑？大概其他的细节都还有刑度的问题啊，哎，刑度啊。那、啊、再换要这刑度怎么样呢？哦，还有其他的刑度来啊？有不同程度，不同程度了。好在，啊、哦，只有被抓，没有造人伤害。那第一次有造人伤害，重伤或致死；第二次有重伤致死，有不同样态。但是讲起来就是这些样态里面的刑度要怎么去处理？那各党一定是不一样嘛，那现在没有办法解决，就是说沈志伟在这里一定是死刑嘛，他上次讲很坚持吧，啊，这一点还比较快，所以我们大概不必在这里浪费口舌，就是一个人一个版本，因为绝对没有办法整合的。怎么样来，李伟？我也同意了哦，就是各党大家整合出自己的看法啦，不过还是呼吁。执政党这边哦，因为毕竟哦，酒驾致死哦，这个是社会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阶段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哦。这毕竟致死的话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受损，而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生命的问题而已哦。在我们中华民国在刑法还没有废死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程度。要给法官有一定程度的裁量，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呼吁行政院这边哦，我来答辩公会的答案呢，哈，重要，提醒好简单，哦，所以真的是希望哦，这个行政院这边相关的真的要好好的去注重这个问题，给法官给他有一定的裁量权，因为你酒驾致死的状况会发生的状态是非常多的。有的是真的是遏制到不可以的情况下的时候，你结果还是只有无期徒刑，所以应该给法官一定的裁量了、啊。这是真的是再次的呼吁一下。嗯，好，那国民党党团这边有没有什么意见？我是觉得是每一个委员当然提案的内容还是不一样啦，我们试图去归纳没有错，你说无期徒刑、死刑。啊，再犯、累犯，或者甚至有一些也有提到没收啊什么的。那这个每一个人提案有他着重的点，啊、哦，那你说要硬把它整合，全部都包在一起，变成单一一个案，好像有一短期，至少现在我整合不出来啊，因为这实在有时候落差太大，我怎么整合，对不对？那个我要从一年到死刑，那等于没有整合嘛。啊、哦，所以我觉得是这样，是说行政院的版啊、哦，既然以你们的为基础来做讨论，那我们针对你行政院的每一个部分，是不是大家表达不同的意见，也不代表你的版本一定就都大家都没有问题都接受啊，啊、哦，那这里面我们听完你们的，然后各党团的。对于你们提出来的版本的意见，我们再试图看能不能把我们不同委员之间的部分
重新整理出一个或两个党团的版本，啊，因为这个毕竟，几十个委员都提了案了，那我们也必须要整合完之后，内部要同意，不然我改他们的案子，然后搞不好说，哦，你为什么改我的案子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啊，那甚至他认为要表决之类的，这都有可能，所以我是觉得先让我们了解行政院到底你怎么样来看这个刑度的部分，还有加重啊惩罚的部分，到底你的立足点跟你的法理上面的理由嘛，还有一些数字的问题。我讲好这个35个案啊，如果都到院会，那只是练每一个案子练一遍，表决还是要依再修正动议，都是党团的先表决，这个案子都表决不到了，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整合？整合让四个版本都有表决的机会，哦，党团的版本，因为他们都是提修正动议嘛，啊，修正动议案子都在这里，哦，那都要练一遍啦，啊，练一遍就会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啦，哦，啊，所以才说能够整合就尽量整合。啊，如果委员觉得他的案子要纳入公报，我们就全部把它列入公报记录，这个没有问题啦。啊，但是要读哦，那35个案子一读哦，就30分钟了。嗯，而且好来整合各党自己整合绝对有办法，因为进不来的是你两个人嘛，在立法院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包括所得税法修正50几个版本，缴交就几十个版本，内容也是30-40个版本，到最后各党一定拿出一个版本，我不来就是搞东川处理，这个是朝野想这样嘛，不可能把每一个都请来这里问一问，那个你要不要怎样，这个也没有办法处理，或者这个一定要达到我们不处理不行，这但办法一定要处理的，哦，所以这个很清楚嘛，过去也是这样，在做版本也是各党拿出一个版本。那刚才院长讲的很有道理啊，你有提案的，我们列入公报嘛，有意见你就来了啦。我在这里我可以负责民党所有人的版本，我们整合如何整合，包括是M版的整合，这是我们一定要负责的。啊，长期以来也是如此嘛，所以江总召差不多是这样。我们这样子的，我们不会把贺申委员哈，等一下。这样，我想哈，来您说。院长谈的有30几个版本的，其实你去归纳，哦，大同小异，只是在刑度上面的，到底是最高可以到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我看大部分都在无期徒刑。至于刑度，那个有受伤的人是处1年或者处5年以下12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部分我想行政院的版本大概都网罗各委员提案都到了哈，只差一个死刑跟无期徒刑最高刑度再犯而已，是在这个部分。那在我来说，我个人我们所提案的，我跟我的22位委员所提的案子，我们是主张，如果酒驾再犯零容忍而肇事致死者，我们应该是处以最高刑度到死刑、无期徒刑，还有7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他有3个刑度哈，让法官去做研判。我们并没有说哦唯一死刑，好，我是说顿号啊，因为。这个酒驾有各种不同的模式，有的是故意蓄意杀人，像我们台中是过年前农历过年前那个撞死两个人就是蓄意杀人，第三度了，他又是癌末了，他故意的，家人劝他不要出去，像这样就造成两条年轻生命，他是的死亡哈，这个是属于故意的，而且是加重的。那像这种就是很适合，如果法官他裁量，你如果没有死刑，你无法裁量。那我也就这个法案也去请教很多法律界，包含法官在内的人，他们都告诉我说，那些法官说，我们也希望量刑最高刑度到死刑，但是如果你的刑法里面规定最高只到无期徒刑，就是最大恶极，我也不能判他死刑，因为你的最高刑度只到无期徒刑，而你放的死刑不见每个法官都可以用，因为每个案子因案不同，所以我在想，在这里我再次的也是建议说，可以考虑到顿号最高到死刑，顿号下面还有无期徒刑，顿号下面还有7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让法官
并不是外界所说的让法官都没有处分的这个权利，是让法官可以审酌情势，依情节轻重来作为适当的裁判哦。所以我的提案我还是要做个说明，免得大家像我们柯董事长看到我就死刑，不是这样子啦，好，不是这个样子，我是都顿号顿号顿号。我是尊重你的想法啊、我们看刑法22章了、杀人以有总共6个条文，271到276。那我们来看待你故意用枪杆挡，还是用杀人啊？还是用杀人？所以我根本是讲，每一种很难在这里彼此说服自己啊。那我们不建议放死刑，是我们不希望在国际公约底下，我们再去增加死刑的项目。那当然这个可以讨论，各党要去负责的。所以院长是不是建议有一党一个版本？这样子的啊、各党团能不能整合一个版本？那能够就是大党也不必说再修正先提出，我们4个版本都做表决。可以啊，对啊，这院长办不好，4个版本。不，这个要有共识，不然依照议事规则是一个案子过了，其他就不必表决了、哦啊、让你们先走了，你们不，这个是要党团协商，否则啊，照议事规则是在修正动议先提出的先表决，只要他通过，其他就不必表决。那一天你不是在讲这个吗？所以现在如果各党团同意，我们让各党团有这一个案子的党团版的表决啦。好，安呢，大家的立场就很清楚。那个，好，主席，好，我觉得这协商很怪啊、哦。你好像叫大家回去拿版本，礼拜五来表决，那在干嘛讨论？那不要讨论了啊，对不对？你要告诉我们，比如说外面九号团员说你那个初犯的罪刑度要不要改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该讨论这个问题。没关系，可以讨论。啊、不是说现在啊，你们回去整合版本再来表决，没关系，没有，那不用、啊。中间也可以讨论，没有问题。应该是就你法务部提出来的版本，我们有一些对应的。我们可以跟你讲为什么我们主张这样，好，对不对？他、啊、不是说，因为如果要最后表决，一定是他的过啦。问题是他的过是不是就真正能够解决目前我们的关心的问题嘛？好，我了解启辰兄的意思。那我们这样子啦，哈，35个版本我们都不要念，我们就以行政院跟司法院的提案来作为讨论标的啦。好，那大家觉得哪里有问题，你们？提出的修正案跟这边有哪一些问题，你们可以请教法务部。那讨论完之后，一定是没有共识，然后再决定各党团哦各自针对行政跟司法院提出修正嘛，好、哦，好不好？来，那我们就把行政院司法院的提案，请宣读一遍。行政院司法院提案第185条之3。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万元以下罚金：一、吐气所含酒精浓度达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浓度达0.05%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任服用酒类或其他相类之物，致不能安全驾驶；三、服用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致不能安全驾驶。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曾犯本条或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或经缓起诉处分确定，于5年内再犯第一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伤者，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行为人犯本条之罪，对于致人于死之事实有第13条之情形者，依第22章杀人罪各条之规定处断；对于致重伤之事实有第13条之情形者，依第23章伤害罪各条之规定处断。宣读完毕。好，来，那我们请各党团发言。好，来，李伟，这个、哦、其实它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说，当然就是酒驾嘛。那另外有牵扯到的就是毒品跟麻醉药品。那比方说有一个就是说，在感冒药类似这种医生的哈、哦，
服药的时候，然后造成这个没有办法，就是会有睡眠瞌睡的这种现象嘛，哦，那这个等于就是说，其实在第二项的话，就是说，或者是服用其他类的其他相类之物品，或者第三项的就是说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其他相类之物的范围就是非常广哦。那比方说在药物上面哦，比方说在感冒上面所医生开出来的处方签，或者是医生开出来的处方签里面，他必须要有去提醒作用嘛。哦，这个就是说服了此药以后你就不能驾驶。哦，那医生有提出相关的善告的提醒的方向的话，如果没有提醒的话，你去处罚驾驶这也不对啊。哦，那这个是医生的责任啊，医生开出来的药，这个药究竟吃下去我又没有瞌睡的现象，万一是这个样子你去处罚到驾驶这也不对啊，这表示他有他的漏洞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因为我的身体不舒服感冒或者是状况，我去买了成药，可是这个成药里面它会有让驾驶没有办法成行为这个自然的驾驶行为，那这个也是含在你里面的范围之内，那这个情况下的处罚机制就会有它的矛盾性在。那我们针对这个部分我们是如何来处理，好，这个请相关单位能不能说明一下 ？OK， 我知道其他党团可能会关心刑度的问题，哈，那不过时代力量我们的案子里面，就是说我们的条文里面其实还涵盖了哈，我们前面讲没收这一块哈，还有这个赔偿民事就是赔偿这一块，好，那以及关于。在减轻其刑的时候，就根据62条减轻其刑，应该考量被害人经家属的意见。好，那当然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或之后委员会的协商，其实法务部也都有提到说，或者是你司法院这边有提到说啊，这个法官在判的时候其实都会考量到，或是把赔偿放进来，好，会不会应该放到民事。好，那我这边要提哈，其实蛮多这个反酒驾协会的朋友。社运团体或者是一些被害家属，他们感到比较困难的就是说，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很关心。好，哦，这个我们都已经讲到这个死刑这一块。可是当他们进入法律程序的时候，哦，赔偿要走民事，好，哦，然后这个减刑的时候，这个新闻有报的时候都知道他们很辛苦。然后可是法官在判减刑的时候，他们意见都没放进去。好，哦，所以。时代力量党团的版本不只是谈刑度的问题，我们希望把没收赔偿还有家属意见作为减轻其刑的时候重要参考，以及这个赔偿有没有完成放进来考量。那当然之前行政部门的意见是说啊，他们都有，可是我们认为把它具体的条文化可能对这些受害家属更有保障，就是说对受害家属的保障跟安慰，或受害人不只是惩罚这个面向而已，还有在赔偿以及在整个审判过程里面他们意见怎么被重视，我觉得这一块是时代力量党团版本希望能强调的。好，谢谢。好，来，还有哪一位？来，江委员在座位。那个我想问一下法务部，就是说你们的提案其实被外界最诟病的就是关于说啊，如果可以证明是有杀人，只要证明他有杀人故意了啊，那就以杀人罪来论处啊。但实际上这样子的修，外界认为那有修等于没有修，因为我们过去之所以没有办法对酒驾可以重刑，就是因为都处在要证明他有杀人故意。所以很多到后来变成是所谓用过失杀人啊之类的来处理，所以他的刑度其实在过去这几年的判刑量刑都相对的偏低，即便他让外界认为他根本就是恶意的啊，在国外看起来这根本就是谋杀罪的，但是我们还是判很轻啊，我们过去几年来判最重的就9年半啊，
最近这一个好像判比较重而已，但是最高也是9年半，其他统计起来都是3年以下，哦，即便是撞死人，哦，那这是第一个，就是外界觉得说那个是这样子的修法内容是形同罪文的。第二个就是说，行政院提高刑度加重到无期徒刑这件事情，他是在5年内再犯，并且致人于死者才符合这个条件啊。那换句话说，他一定要是5年内再犯，他才有可能被判予这个重刑啊。那难道恶意一定要再犯吗？主要今天如果是恶意去这个喝酒，根本就是要出去当不定时炸弹，要撞人家。你还要再鼓励说，哎，你再犯一次，我再来判你无期。而且为什么是5年？啊，这个5年数字是怎么来的？在这整个立法当中，我们看不到它的一个逻辑在哪里。啊，那其实我们很多的看法是认为，应该给予法官他一个量刑的范围内，他最重可以到死刑，啊，无期或死刑。但是你就限定说一定是5年内再犯，他才能够判多重，那这个就代表说他只要是初犯，就算是他这个恶性重大，啊，撞死不止一个人，搞不好撞死很多人，那他一样啊，他不是再犯啊，法律上不是再犯啊，你这边明明写又不是再犯啊，啊，如果说超过5年了。他第一次酒驾，他第二次酒驾是5年以后，刚好5年空1天，他撞死好几个，那是不是他也一样逃过这个重刑的处罚？就是你达不到贺主的效力。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加重刑度，不是鼓励大家是犯罪，我们是要警惕大家说，你喝酒啊，开车之前啊，请你想一想，这个撞死人或者撞伤人，他刑度是很高的，是等同于谋杀的啊。那最近这个德国也有一个案例就是这样嘛，我在委员会讲过嘛。德国这个国家过去以来，他们也是废死的啊。那过去他们每次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是也不会说用这个杀人啊这样子的刑度来处理。可是他们现在就是最近的案例，他直接就是用谋杀罪啊。用谋杀队来处理啊，因为他几乎就不定时炸弹啊。另外，我们自己的刑法，我们的185条那个妨碍公众往来安全罪啊，这个部分的甚至那个能够判刑的刑度是比我们还要比我们现在185条之3针对酒驾的部分还要严哦。好，如果我们把185条那个妨碍公众往来安全罪啊。实物上飙车也算了，你如果飙车犯185条的话，实物上是可以判到无期耶，可以判到无期耶，啊，那为什么酒驾难道不会比飙车来的严重吗？所以我们自己的这个同样是刑法185条，我都觉得我们自己都有矛盾啊，也就是在。修这一个185条之3修的过程，我不太懂法务部里面是害怕说，给予酒驾者太重的刑度，还是怎么样？啊，要么就是说要再来犯一次，然后撞死人，你才能够给他比较重的刑度；要么就是说一定要一定期限内再犯一次，然后你才能够给法官一个比较给他权力一个比较重的量刑。那我觉得这个违背我们想要，对酒驾者啊给予警惕的一个意义啦，所以我这边会具体建议说，不分初犯累犯，你应该给予法官这样子的一个量刑裁量的空间在，让他可以视不同的情形去做量刑，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贺主的一个效果。我们不是要鼓励他再犯，我们是要。连他第一次犯都不能有，要给他这个警惕的一个作用跟效果了。
来，周委员。谢谢院长哈。我想这个两院的提案会衔版，主要就是聚焦在于第二次再犯的时候，致死或致重伤，我们再来提高他的刑度哈。那这个第二次再犯哈，就是说你前面不管你有没有致死、致重伤，你只要前面有酒驾，第二次再犯最低刑度是7年以上，那致重伤是5年以上。那刚刚当然这个是不是跟谋杀的概念是不是可以相符？我觉得这个可以看个案来判断了哈。我想可以从刚刚沈委员他举那个例子，台中年初大家关心发生的那个案例，其实如果事实证据认定他是故意的，要去冲向对向的逆车道，那个逆向车道的话，如果事实证据够，其实我们就是可以评价他就是一个杀人的犯意。那既然是杀人的犯意，我们当然就是可以回到271条那个杀人罪来论处。好，那刚刚这个江启臣总召他提的这个部分哈，就是说现在社会舆论民意，大家我想立法人也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忍受酒驾一再一再的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伤亡。只是说我们来看一下刑法的体例哈，所有的车祸死亡的案件，只有在酒驾的部分特别拿出来，特别的规范，特别的从重处理。如果一般你超速闯红灯这些危险驾驶的行为，他如果致死亡或者致重伤，是回到我们上一波刚通过的那个法案276条，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所以说呢，在车祸各种不同的危险程度、不同的危险驾驶的行为造成的死亡或重伤的结果，只有在酒驾的部分我们特别拿出来处理，特别的规范，也就是我们刑法上所讲的加重结果犯，也就是做刑法这样的区分，就是说它不是故，就是那个就是谋杀啦，一个是套奖级的掐和行为，然后导致一个死亡的结果。所以我想这个在法理上或者是在整个刑法法典，我们还是必须做这样的区分。那当然聚焦点就是到底要不要刑度拉到死刑，那我想这个党团每个委员都有每个委员见那个的看法，只是说现在两院的会衔版它聚焦是在第二次再犯。那第二次再犯，我就是让你知道说你5年内再犯，那你的最轻的本刑是7年，这边没有再去考量说到时候你的这个过失的程度是对方轻还是对方重，可能对方8成你2成，或者对方6成你4成，或者你自己10成，但是在这边就是说我的最轻本刑就是7年两处，就没有任何的一个这个考就是任何审酌的空间，就是最轻本刑。我跟你讲，你第二摆临时就你个去塞车，你个弄掉人，不管你过失的轻重情节程度，就是7年以上起跳。我想，两院的会衔版，其实他们这次的立法意旨就是放在这里，而且应该也是非常的明确，而且应该也是符合所谓的罪责相当的这样一个法理了哈。那所以我想，这个刑度上还有它的构成要件，还有它处罚的范围，应该是我们局限范围够放在这里，我想应该是可以符合我们这次修法的一个意旨了。好，来我们。好，来，沈委员讲完，由委员讲，我们就请法务部来回应。好，那个，我想哈，刚才，每个委员都有他表达意见，我跟江总召的意见比较相同，就是说，你看行政院版本呢，你把这个所谓这个犯罪行为人犯本条之罪，也就是说对于致人于死或者重伤又回归到刑法的条文来，那这样的话我们这条条文实际上就不必立专法的专条条文来看待酒驾的问题，就因为酒驾有其在人民的这个感情上，人民的这个范人民的认知上，跟人民对这个酒驾的重视的程度上面，所以我们在这个刑法185条之3本来就有的酒驾条文，不是说这次为了说全民这个共愤哈，酒驾零容忍才有185条之3，只是这次是朝野各党
派所各个委员所提出的修正版本的所谓刑度的内容不同，可是行政院版本为什么我认为行政院版本要作为表决版本？我觉得在这里面有欠思考的地方是，行政院再把它又回归回到最后，你看行政院条文回归到刑法所谓这个杀人罪跟重伤罪里面去论处了，那就失去我们立这个专法专条文的这个意义，这是我第一个觉得不适当。我们应该在这个条文里面，不管你是支持死刑不支持死刑，我看行政院版本最后最高是到无期徒刑，应该在量刑上给予直接的量刑，在这边有几种不同的版本的量刑，而让法官去裁量啊。那像刚才我们周委员所说的有责任谁属的问题，哎，两厢撞在一起，肇事致死的又刚好是酒驾，哎，责任谁属这边如果有明确的施政是被撞死的人，可能他的责任度要多一些，那他不会量刑致死啊，他里面就已经有他的相关法官，所以可以有这个刑度的裁量的这个权利啊。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我还是建议说，我们这个立法院在审这个部分哈，要再回归到刑法去，这等于是不必立了。所以在条文上，不管你的刑度最高是到死刑、无期徒刑，应该在刑度上明确，而不是在像行政院又增列一些条文，回归到这个刑法上来看这个酒驾，那就失去我们立这个原来的。就酒驾条文在加重其刑责这个条文的立法就失去意义了。当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这个整个一个刑法它你其他的跟法医之间的一致性，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看他今天我们给他的这个刑度要跟他所侵害的这个法益之间呢要能够相当，所以他必须符合宪法上的这个比例原则，还有刑法的最后手段性的这个要求，那以及呢他整个一个体系的一致性。所以呢，诚如刚刚周委员所讲的说其实在肇事里面呢，第一位跟第二位，其实酒驾是第三位，所以前面的这种所谓的你这个逼车啊或是超速啊等等这些，那我们对那些的东西所肇事的我们没有去加重，那只有在这个酒驾里面去加重，而酒驾又不是所有的这些交通事故里面占第一位的，所以在这整体上呢其实是有点失衡。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行政院的这个会衔版里面呢当然这里它里面这第二项里面呢第三项它是说曾犯本条或是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之罪，那本条之罪事实上就包括我们刚刚讲的第一项的第一款的，我只是呢喝了酒这个过量，只是超过这个所谓的酒精的含度0.05%以上，我还没有到不安全驾驶，我还能够安全驾驶，只是因为我过量，所以呢我曾经因为这样子，那就因为就触犯了这一条，所以下一次呢累犯的时候，他可能因为这样子可能造成这个致重伤或致死的这样情形的时候，他变成要把他一下子刑度把他跳到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是呢致重伤的话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把这刑度大量的提升，这里面显然是失衡的。所以呢，如果说好，他原来第一次他因为酒驾，然后致伤、致重伤或致死，那现在他又再犯，那你应该要去把他加重，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他第一次只是因为喝酒超过一点点，那就已经构成一个前科了。那现在呢，他这一次呢不一定跟上一次有关，但是他这一次就是发生了这车祸，这个一个重大的一个车祸，因为车祸不见得都是他故意的，有时候可能对方也有与我过失等等，但是这时候就把这个刑度呢提得那么的高，是否妥当，有没有这个失去这样的一个比例的一个原则。所以呢在德国的立法例上，固然说酒驾其实大家都很痛恨，各国也都用各种方式去防止，所以他们其实会用透过各种的行政的措施，说我们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其实已经有各种措施去防止酒驾，但是如果说好，他今天呢他因为前面的犯的这个，就是说你已经曾经有犯过酒驾又致人重伤或致人于死，现在你又再犯的话，那这时候你的刑度，我们现在把它这个行政院版的这个刑度呢，等于是说我故意重伤，好，然后或是我故意致死这样的一个刑度，可是我第二次犯我不见得会有那个故意，因为可能就是
因为发生车祸的这种情况有各种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把他的刑度就直接等同于故意要重伤或故意要致人于死的刑度？那我们是觉得说这个部分有待商榷，所以呢，本席所提的呢是仿照德国的，就是说，好，你今天再犯了，不管你前面你犯的是前面你曾经发生车祸肇事啊、酒驾然后肇事，那你现在再犯的话，所以我们就是把现有的这个刑度呢，就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把它加两年，就变成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那它就是只是增加呢，就是说。这个啊、最低刑度把它增加，但是最高刑度不增加，理由是什么？就是说因为你曾经犯过罪了，那你现在又再犯，表示说你原来在监狱里面的你的处罚呢不够重，所以呢我今天要让你关久一点。因为从实务上来看，虽然说我们现在的刑度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刚刚依照呢这个江委员所讲的，法官一般判的都判三年，你可以判到七年，可以判到十年，为什么法官都不这样判？那你说即使你今天把它弄成死刑或是无期徒刑，法官依然判不下去，他依然是判着三年或是五年。所以事实上你把那个刑度把它提得那么高，说实在的，会酒驾肇事的人他不见得都是说我就是要，如果他真的是故意要去伤人，不要紧，然后你们的弄系统嘛不要紧，那那个就是依照你故意要杀人或是要故意要伤害，就是用那个来处罚，就是我们最后一项的规定了。但是很多人其实是存的侥幸啊，卡哈虽有紧才度掉，所以呢不要紧了，我要先开看门呀。所以其实很多人是存着侥幸的心理来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今天再把它弄得再重，法官也判不下去。所以呢，其实在这整个我们在立法的时候，你必须要去看所有各个法益之间，还有它的刑度必须要是一致的。所以呢，本席会提出的比较是说，第一个他应该是要犯他曾经呢酒驾而又肇事的，那他这一次再累犯，那他累犯呢，当然应该要加重刑责，所以我们把他的底部，好，就是说你最轻本刑是多少的这个部分呢，把它提升增加两年，那用这样的方式呢，给他一些的警惕。那这以上，谢谢。请法务部谈过之后，我们就来做结论来。好，主席各位，有位李鸿英委员所提到那个感冒药服药这个部分呢，事实上呢，适用这个条款的药的部分要具体危险，要自身公共危险呢、啊、是有具体危险患。那同时呢，伪阳性的部分的话呢，检验出来也会排除它罚则的适用。所以这个在这里跟这个酗酒的跟喝酒的那个酒驾罪呢是有不同的层次的。那徐永明委员所提到说，要考量家属意见来判，还有这个赔偿等等这个部分呢，事实上在现行的刑法五十七条，在法官在综合裁量这个判刑的时候、量刑的时候呢，具有参考的依据的，它有一个综合性的啊、不是不需要再加入。另外呢，有关于刑度的部分的话呢，当然有见这看法，我们后面再说。关于没收的部分，在这个道路交通管理所刚刚修删除，刚刚这个施行的这个在道路交通管理所的35条第九项就有行政没入，而且它比较快，是一律没入。因此呢，如果在这里用没收的话呢，那因为这个刑事优先还要放到法院来判，判得很久，因此时间会拖很久。因此有行政没入的话，就不需要在这里定没收的规定。这也是当时行政院版呢把没收呢加以排除的这个原因。啊，另外江委员所提到这个，行政院版第四项的部分呢，事实上这个是在作为一种宣示性，还有这个遏阻性的意义。因为为什么？因为这里所规定的并不是一个新的刑度，而是说如果在证据上面呢，如果可以证明，有事实证明说有刑法十三条跟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章的杀人罪，不，有十三条跟二十三条这个的所谓不确定的故意、不确定的杀人故意、不确定的伤害故意的话呢，回到刑法那几这个条文就对了，您另有新法可以规范了，不是新的规定，不是新的这个刑责，所以这一点呢，可能在用语上面呢，大家要一个取得一个共识。另外，江委所提到说，为什么用五年？五年事实上我们是参考那个累犯的规定有一个五年，另外毒品也有一个五年的问题的哈，所以毒品这几个五年的有一个过渡的部分呢，是也要注意到说是罪责相当。还有量刑上的问题，我们才用一个中间的处理。那有关于初犯，为什么初犯要超过五年？哪天没有撞，那撞到怎么办？问题是每一个法条都不可能包山包海全包，一定有它的临界点。因此呢，我们在选择某一个的话，可能就会有一天的信与不信，类似这个
这样的这个时间点。那这一点呢，请委员能够做参考。关于这个喝酒以后呢，那德国的未必故意呢，事实上德国也认为说是飙车，你喝酒的故意的是飙车，那有可能跟我们的刑法飙车一样，它这个是有不确定的犯罪故意，所以德国跟我们现在的第四项，院版的第四项是有点雷同的地方，大家可以做参考，也不是说一定要到什么程度。那周委员所提到说，确实没有错，两公约，尤其公正公约在最近的第36号解释也要求说，不要再增加死刑的刑度的这种犯罪名目啊。因此我们在考量到说，对于酒驾是零容忍，对于酒驾造成的死伤也更是要做严重的处理，但是最终的结果我们院版认为说不需要到死刑的地步啊，这是遵守两公约。另外呢，还有这个有关于这个在罪责相当严责这个比例之下呢来做的量刑的最高到无期徒刑参考。那沈委员所提到说回归上的这个不同的考量，这个刚才我已经说明过了，这不是不同考量，是这个回归刑法的关系。尤美丽委员所提到说，这个有要区分各种的故意或过失来做处理，问题是说我们有些时候酒驾，这里面酒驾有包括车辆的不同，比方说有自行车，还有重型机车、轻型机车啊等等，还有现在的动力脚踏车都有。所以如果说要在区隔那么多的这卖把条文复杂化，那个复杂化，所以呢，我们在就用以犯本章之罪，在第一项、第二项我们没有加重啊，照原条我没有加重，那犯本条这方面罪的后面造成第三项的死伤，我们用再加重。以上说明。好。那么大概35个版本哦，各啊好，您还有意见？好，来，江委员，好，谢谢那个法务部的回答啊。那在那个主席处理之前啊，我想有一个程序问题，我先提出来啊。来，请说。那个可以请主席看一下目前我们一楼异常吗？我们是不是请所有直播的朋友看一下？我们的执政党现在在霸占主席台，那我们在这边协商，然后你们在霸占主席台，那到底是谁要挡酒驾法案？啊，我不晓得霸占主席台是什么意思的。这个酒驾的法案是下，这个主席要不要处理一下？这个酒驾的法案是礼拜五要处理，不是明天要处理哦。你霸占主席台，然后还外面请了警卫在顾。这什么意思？今天是有五个团体哦，是你去看一下嘛。我们那个秘书长，我们切换到一楼的荧幕好不好？我们切换到一楼的荧幕，秘书长说明一下，看看现在谁在一楼的主席台上面霸占。啊，没啦，请那个秘书长说明一下。如果是这样，那就请大家来包围立法院。是，今天那个有参观的团体哈，你明明就霸占。不要讲参观的团体，把先讲一下嘛，等一下我们再处理嘛。现在有参观的团体哈，今天你根本没有开啊，参观团体根本没有开啊，都锁着啊。把先听主秘书长报告一下，如果主席委你有问题，您再提出嘛。你都锁着，然后你跟大家说你是开放，不是那个委员。你让秘书长事务性的工作让他说明一下啦，好不好？我就说嘛，不然我们现在大家下来看嘛，看是不是你就说明一下，等一下有问题您再提出好不好？觉得执政党不应该这样子的啦，我们在这边协商，然后你们在霸占主席台，您是为了明天的李进勇案吗？你先听，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骗大家来这边协商酒驾法案，然后你们去霸占主席台，那请大家来包围立法院了。好，来说明一下来。跟大家报告哈，这个我们今天哈有总共有六个团体有申请要到我们来参访我们的议场。那第一个就是林进县哈的团体哈，他们是11:20，然后许志杰委员也有申请一个高雄扶强社区协会是11:30，然后还有政大政治系的。他们也有申请一个是在1:30，然后陈廷威委员也有申请一个台南市乡亲是在2:00，然后吴益群委员辅大社工系也是申请是2:00，然后外交部北美司美国国会助理团12人也是3:00要来参观我们的议场，是这样子。他们有进入议场吗？有没有？没有，有的有进入。你刚刚可以下去看，我刚刚在楼下遇到他们。我刚刚过来，他就在门口。
不是都在门口、啊。那我们现在下来看好不好？对啊，这要怎么协商啊？你告诉我怎么协商啊、這個？我们下来一楼看好不好？这个他们申请的有没有进入异常？申请的，你现在楼下你进入异常、啊，你我现在讲了，他才会去开了，你信不信？我刚刚一楼我就不是把门拉不开了。委员报告，你们的警卫还守在外面嘛？委员他如果带的这个他的乡亲团，他如果要进去，好，那我请教一下你民进党的委员站在那里干什么？他干嘛把自己先锁在里面？莫名其妙，他为什么锁着、啊？人家要来参观，就要让人家进去、啊。你现在站在一楼的主席台，你是怕明天怎么样？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休息十分钟，对不对？请大家来嘛，大家来立法院看。休息十分钟啊，这还要协商吗？
好，来，四个党团全部都不在，这个议场全部都清空了，不准任何党团的成员滞留在里面啊。刚才是有参观啊，有委员跟着进去啊，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要求所有的党团都不准进入议场啊。好，那请各党团回到几张台，来打电话，打电话，赶快插曲了哈。好，来，那个周成委员也到现场啊、哦。那国民党党团再确认一下啊，如果不来的话，我们也要做一些结论了啊、哦。嗯。院长，我看哦，不用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啦。今天这样的状况哦，真的很不可取啊。我知道院长你也是很难为啦，哦，但是今天这样子的状况，你看他们还会出席吗？不可能啦，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哦，啊，看要怎么样处理。好，哦，这个这样子啦哦，刚才啊，是有一些委员陪同参访的访客进议场参观啊，然后啊，因为今天总共有六场的申请进入议场，所以有些滞留在议场里面啊。那我们刚才特别要求各党团务必在5点之前全部撤离啊，不准在里面逗留。那现在议场参观的时间，大概所有的申请都已经超过时间了，所以整个议场也都没有半个人在里面了啊。那啊，我们也不太希望一些小事而影响我们的协商啊。毕竟酒驾这个案子对于社会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委员也非常的关注。如果我们啊，因为没有协商结论，而没有办法在这个会期来通过的话，那人民一定对立法院非常的失望。所以现在征求现在当然已经刚才有讨论过啊，那因为休息之后啊，现在有两个党团没有到现场啊，我们没有办法啊完成酒驾刑法修正的这么一个案子。但是啊，我们也不能因为有党团不出席而延宕
法案在院会的审议，所以我是建议啊，我们啊礼拜五的议程啊，当然优先就是审议今天讨论的啊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有关酒驾的部分列为第一案了啊，这个也提供给啊执政党的党团，可以在礼拜五的啊议程啊能够来做一些修正。那其他的案子，我们也列为啊讨论事项的案子之内啊，也不要说把哪一个案子都漏掉啊，因为我们这几个案子今天本来就是要协商的嘛啊。那如果啊这个礼拜五是最后一个会期的结束嘛啊，那我们审议到啊时间到审议到第几案，我们就审议到第几案，这样子好不好？好，好，好，那我们就散会啊。